Jesus Christ, my mom is fucking annoying. She's like yelling to my grandmother. What the fuck? God damn. 还有另外优点就是我们的 Black Magic，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Black Magic 这间公司非常厉害的，就是它一直在更新它的摄影机，这已经是3、4年前的摄影机了，但它一直持续的在更新啊，有各种新的东西加入，像是有防守阵的那个 gyro data 那个陀螺仪的资讯，你可以加到这台摄影机里面，然后你就可以丢到我们像是 gyro flow 啊，或者是我们的 DaVinci Resolve 做更详细的、更精准的影像稳定的功能，真的是超瞎，真的是超厉害。那我相信没有一间相机公司啊，它可以一直这样子疯狂的更新它的摄影机，像是它又多了像是。为什么我又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那除了刚刚的那个 Speed Booster 的原因，我其实也有在考虑其他台，像是 Canon 的 R7 啊，就是 APS-C 感光元件的 R7，还有其他的像是富士的。那为什么我又在买同一台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除了 Speed Booster 这个很大的原因之外，那其实我当初也有在考虑说，像是 Canon 的 R7 啊，或者是富士的其他的 APS-C 的。那为什么我又在买了一台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而不是其他台呢？像是我之前也有在看 Canon 的 R7，还有富士的 APS-C 的旗舰机。那真的，他们那两台也都还不错。Canon R7 有点让我失望，原本是要买 R7，但是看一看还是 Blackmagic 最厉害，就是它的价钱跟它给你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其他厂商可以比，而且。Blackmagic 真的是太厉害，它从出了这台摄影机，一直更新，一直更新，持续到了今天，它还在更新。所以一大堆的像是之前没有的 gyro，就是它有了陀螺仪资讯，就直接砍入到影片里面。所以你要做什么电子防守阵，你可以丢到 gyro flow 里面，或者是就直接用 DaVinci Resolve，然后去做更细微详细的电子物。影像稳定，这真的是太猛了，就不会有一间厂商就是一直更新，一直更新，就只有 Blackmagic，就这样一直更新，一直更新，真的是超吓怕的公司，所以还多了一些像是垂直影像的，直视的影像摄影的格式，然后它就直接砍入，所以你如果拍直的，它出来就是直的，不会说哦，你还要去软体里面把它的，那为什么我又再买了一台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呢？那原本这一台用的好好的，那为什么我又做？那原本这台4年前的 Pocket Cinema 4K 用的好好的，那为什么我又再多买了一台呢？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原本这一台 Pocket Cinema 4K 用的好好的，那为什么我又再多买了一台 Pocket Cinema 4K 呢？一模一样的摄影机，那。我其实有在看其他的摄影机，像是 Canon 的 R7，或者是富士的 APS-C 的旗舰机。那这两台我觉得都还不错，但是这一台的价格还有它的一些资源，我觉得真的是太赞了。就是只有 Blackmagic Pocket。
那我旧的 Pocket Cinema 4K， 那旧的，那为什么旧，那旧的 Pocket Cinema 4K 用的好好的，我为什么又要再多买一台 Pocket Cinema 4K 呢？很大的原因就是，这台摄影机真的是可以有很多变化。那旧的，那旧给，那我这台旧的 Pocket Cinema 4K 用的好好的，为什么我要再多买一台 Pocket Cinema 4K 呢？主要原因就是，那旧的 Pocket Cinema 4K 用的好好的，那旧的 Pocket Cinema 4K 都用的好好的，就用了四年，它还是持续的，就是都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那旧的 Pocket Cinema 4K 就，那旧的 Pocket Cinema 4K 用的好好的，用了四年多就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我干嘛再多买一台一模一样的 Pocket Cinema 4K 呢？那旧的 Pocket Cinema 4K 用的好好的，为什么我要再多买一台 Pocket Cinema 4K 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可大可小。什么叫可大可小呢？就你可以把它组装着非常浮夸，那你可以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也可以让它超级无敌小，让它就是单纯的机身插一颗电池、记忆卡、镜头，你就可以出去拍摄，你不用这外接，像是像外接的荧幕啊，因为我大部分的拍摄，我 99% 的拍摄应该都是手动对焦，所以大的荧幕对手动对焦真的很友善。你那种小小的相机后面那种三寸的小荧幕，你到底要怎么自动对焦啊？手动对焦。那我自己的 Pocket Cinema 4K， 那我自己的 Pocket Cinema 4K 用了四年多，那用好好的，为什么我要再买多一台 Pocket Cinema 4K 呢？有一个，那旧的 Pocket Cinema 4K 用的好好的，用了，那旧的 Pocket Cinema 4K 用了四年多，用的好好的，为什么我要再买一台新的 Pocket Cinema 4K 呢？一模一样的摄影机，那很大的原因就是，它可大可小，可以到完全裸体的一个摄影机，你就可以直接拍摄。那我拍摄大部分 99% 都是手动对焦，所以我就不会需要自动对焦啊。那我如果去买富士或 Canon 的话，那些自动对焦的功能我全部都不用，所以就很浪费。那直接。旧的 Pocket Cinema 4K 用了四年多，都用了好好的，为什么我要干嘛再多买一台一模一样的 4K 摄影机呢？那主要原因就是它可大可小，它可以整个装成一个浮夸的样子，那你该有了，你就可以自己扩充，或者是你可以完全的裸体，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配件，你也可以顺利的拍摄，因为它的荧幕真的是非常大。手动对焦，我 99% 的拍摄应该都手动对焦吧，拍摄活动啊、运动啊、拍摄婚礼，我都在手动对焦，所以我就是手动对焦狂人啊。我不太喜欢自动对焦，因为我觉得自动对焦就是你把你的所有的，有点像在赌的概念，就是我不能去控制所有的东西。那如果真的是有新人这样子走过来，然后他就直接失焦了，完全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所以手动对焦我至少失焦那就是我的问题啊。那如果自动对焦失焦，那就 GG 了。所以手动对焦这个大萤幕真的是非常友善，真的，你那种三寸的 Sony 的小萤幕啊， Canon 的那种三寸小萤幕，你要怎么手动对焦？你很难去手动对焦。所以如果我之前拍 Canon 的相机的话，那我上面还是要再外接一个萤幕，那这样加起来就比这个还要重了。那我这个真的是可以整台裸体，就是完全不加任何配件，我就直接这样拿出去拍摄，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而且麦克风也还不错，我不用再外接什么神奇的指向麦克风。如果你需要指向麦克风，也是可以加了。但是你真的可以完全的什么东西都不加，萤幕也不加，这个萤幕操控所有的东西都超级方便，超大萤幕。完美的拍摄。
那之前也有在，那之前我有在考虑说，哎，到底要不要买 Canon 的 R7 啊，或者是富士的旗舰机，就是 APS-C 圈。那我之前也有在，那之前买这台之前，在买这台摄影机之前，在买这一台新的，在买这台新的摄影机之前，我有在考虑其他台，像是 Canon 的 R7，或者是富士的 APS-C 旗舰机啊，它有两款，那也都有在看。那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就是有自动对焦跟没有自动对焦，但是我99%都在用手动对焦，所以完全我没有。那在买这台摄影机之前，我其实也有在看，像是 Canon R7。在买这台摄影机之前，我其实也有在看，像是 Canon R7，或者是富士的 APS-C 旗舰机，它有两个，一个是专门摄影的，一个是比较多录影功能的。但是整个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一台还是就是最 CP 值最高，而且是最长。在买这台 4K 之前，在买这台新的摄影机之前，我还有在买这台新的摄影机之前，我其实还有在看像是 Canon R7 或者是富士的 APS-C 的旗舰机，它有两个，一个是就是专门给摄影的，但一个是有更多的录影的选项可以让你选两种规格。那我觉得比一比，我还是持续用我们的 Blackmagic，因为我觉得它的资源非常非常好，它持续到了今天4年前的摄影机，持续到了今天，它还一直在更新，更新的加了很多东西，像是有 gyro 的资讯，像是。那 gyro 资讯，就是那个陀螺仪的资讯啊，就是那陀就陀螺仪的资讯。那你在后期的时候，你可以用影像稳定的功能丢到 gyro flow 啊，或者是你直接用 DaVinci Resolve 也可以。你直接影像稳定，你可以去详细调整你一些陀螺仪的资讯啊。那你就可以在后期就是后置的时候，你去丢到 gyro flow 或者是 DaVinci Resolve 内建的也可以。你可以详细去调整你影像稳定的强度，那更精准的去控制你的影像稳定的效果啦，真的是超赞。那它还多了一个像是直视影片，我觉得也还蛮赞的。就是我平常有时候也会拍直的东西，可能要丢 short 啊，或者是小小短片的话，那我直接拍直的，那它的 metadata 就直接砍入它是直的影片，我就不用在那里后置，还在那里翻来翻去，就直接拍完，我就可以直接上传了，就不用在那里翻转我的影像。还有另外一个啊，还有另外很棒的就是，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喜欢，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它的 preset 功能，就是，那还有另。